我还记得是一月还是上月份，我当时来讲到我要愿意信耶稣嘛，然后呢，江强医生说愿意信耶稣，他把老婆的手也举起来啊，但是感谢神，神的恩典很丰盛啊，现在他们两位都愿意一起来受洗，还说一起到近期里面，但是比较窄的，还是一个一个来比较方便一点。但是我们宽一点的话，可以几个人啊，但是呢比较窄一点，感谢神，我们这里的水呀、就是热水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奇异功能、特异功能没有。奇妙的是他们两位的信心，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相信耶稣，一生的跟随耶稣。这个洗礼呢，就是代表与耶稣基督同死，所以呢埋葬一起出来复活，新的样式，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啊！让我们一起，大家一起见证啊！我们唱一首歌哈、他们出来的时间，快乐日，快乐日啊！他们都准备好了，知道是吧？好，好吧，好，我们先请那个按照那个姓出来，姓陈的先一点啊，请那个陈丽燕姐妹出来啊，然后呢？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，愿神祝福你，保守你，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快乐日，快乐日，耶稣洗净我中罪孽。见证了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特别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还没受洗的，你愿意相信耶稣还没受洗，鼓励下一次我来，大概圣诞节以后一月份，我们盼望能够帮你施洗，大家一起为你唱歌，好吧？